做治疗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机器在工作，就会出现这种声音，可以明显看到肉被吸进去了。 我们也可以根据客户的情况，比方说客户的肉，或者说肉多或者偏少的话，我们这样把它往上拖着，往上吸，吸到同一个部位。你肉太少了。区别嘛，已经很明显了，可以很明显的能看出来，其实这边形状上其实已经变了。